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果金。这次我们要来进行四月份的一个娃娃卡跟变身卡的一个合成哦。那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有累积了一些卡片啊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来将这些卡片来一一的合成下去哦，看这次能不能来的几张熔变啊。那我们现在有五张蓝卡，那有拼一次熔变的机会哦。那我们等一下都先从白色的开始合成哦，慢慢的合到蓝色上来。那这次有称号这个东西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合成还可以拼一下这个挑战者这个称号，看能不能拼到前几名。那我们一次合成两分哦，看会不会一次就给我们两分，还是大家是看它合成的一个次数啊，或者是合成卡片的一个组合哦，算是一个组合一分还是一次一分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合一次，然后一次两组这样，看会不会一次给我们两分。我们刚刚是零分啊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的分数啊。分数是两分，所以它是看你合几组哦，一组就是一分啊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合。接下来我们换绿卡哦。一张。每次只有一张。没有，再一张，哎有啊，五百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拼红卡，看能不能来一张红卡，这样就拼两次啊，来。好，红卡失败了。
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换魔法娃娃卡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变身卡合了几次哦。变身卡合了53次哦。我们继续啊。这是娃娃卡的部分啊，数量也是蛮多的、啊。接下来我们换绿色的、啊，绿色也是蛮多张的。只有一蓝。还是谢丽吧，啊，好，他谢丽而已啊。好，刚好我们再来一次啊，毕竟是红娃，看能不能给我们一张哦。古金鳌棒棒，啊，红娃失败，幼稚巨人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四月份的一个合卡、啊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总共合了几次啊？我们总共合了124次哦。好，那我们的合卡就到这边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